喜欢外表女人然后内心小小的，你是不是问我来的呀？你说的不是我吗？ 是不是我真挺欣赏你的，真挺喜欢你的，喜欢你的性格，不过你长得吧哦，长得咋的呀？长得咋的了？我那个，我看你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哈，哎呦我一瞅这姑娘长得不是瓦坏的呢，怎么不是瓦坏的呢？然后你听我说完啊，然后呢，我接触看你几期之后呢，哎呦就你这性格吧，就是我就最喜欢的这个性格。啥性格？嘻嘻咔嚓，带点歪歪心眼呐，能帮我出谋划策。不是，这不对，燕姐，这不是埋汰人吗？啥玩意儿就那个歪歪溜溜心眼儿的，完说人长得白头发像，我哪儿白头发像的了？你要能找着这白头发像的媳妇儿，你烧高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照着标准找吧你。你说你都说你媳妇劈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那个媳妇能接受你的媳妇的背叛，但不能接受你兄弟的背叛。那你说你万一你这兄弟嘎给你媳妇整一起去了，那叫兄弟媳妇儿，你就当兄弟媳妇儿。你看，你不就喜欢他能出谋划策吗？你看他给你策划咋样？想你埋汰我找这本儿都瓦像，我长得你说这么高大上的。就是跟印子跟我女神比就差点呗，不至于这么埋汰人家。没有，我们周哥挺好的，我今天在打针，然后周哥在那边喂我吃饭呢。就是你没看到我们周哥可好了，真的。好友有啥用啊？灭了。只要你说你长得本儿都瓦像，哪有那么夸人的？看人家多好，还帮我帮咱俩牵线搭媒呢，还。谁吧？那你不是说不喜欢小鸟依人型的吗？我就是那种的，我还被你说成脑残了呢，我不开心。哎，你试试，你试试看刘云子是哪种类型的。比如怎么的？吃饭去啊？别，就今晚吃饭，吃饭去，吃什么？走啊，云子，今晚吃点啥去？